第一个，我们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我们整个的国整个的这个航天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啊。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要建设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就建设我们自己的一个航天强国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载人航天，从我们的近地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要向更远更深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未来去发展，以此来更好的综合利用和平利用太空。我们现在的核心舱呢，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三室一厅一卫啊。我们在里面配置了三个睡眠区，啊，还三个休息区，还配备了一个卫星区，还配备了一个工作区。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三室一厅一卫的这样一个构区。这个现在的作用主要是解决一个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这样的空间应用问题，是要解决较大规模的、有比较大规模的，还要有人长期在上面照料的，这样在空间做实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才要建造这样的核心空间站。我们以前的这个载人航天，我们只能够完成这个八吨的这个载人飞船的发射。我们航天员在轨的驻留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而我们新一代运载火箭完成研制之后啊，我们可以建设我们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可以实现我们航天员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这个驻留。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身后这个最大的火箭啊，就是我们正在研制的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它将是我国现在的火箭的这个运载能力的6倍，会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入太空的能力，也将是未来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运载火箭。这个系统呢，主要能够进行导航定位和星间链路这样的功能。主要特点是全球三维和无源导航定位。建成以后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时、全天候高精度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同时呢，还具备短报文通信的能力。
嫦娥四号在嫦娥三号的技术基础上，在结构和功能上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它将于今年的12月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首次也是人类第一次落在月球的背面。它永远有一面是背对我们地球的，然后再加上月球本身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所以那个月球的背面是地月之间信息的传输是有一个是属于一个禁区和盲区。然后今年的5月份我们发射了一颗中继星，也叫鹊桥中继星，这颗卫星的发射就是给嫦娥四号做铺垫的。